我想每一个人生命中一定有一个女性，就是自己的妈妈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妈妈的故事？我妈妈既是慈母，又是个严父，是她很对我非常非常的严格。她常常说：“咱的鼻梁较散，你都要开眼睛也快，出人头地，这是以上盖注重的代。”你有没有写过给妈妈的歌？有啦，这首歌是我在有一次的录影的时候就写一条啊，那唔系我妈妈拢坐电视头前看啊，我那唔系写一条挂上。可是很遗憾哈，她从来没有在台下现场看过我的任何一场表演，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她过世为止，通通都没有。这是我一直蛮遗憾的地方。阿尼鹏哥，我咱这回来演唱这条《妈妈》，参大家这回分享，好不？来，请。每当陪在你的心里
可你挽留我的不好。妈妈，妈妈，请你答应哥哥过日子，我会认真打拼，用上好的名声传去你的身边，陪你到老。哦，妈妈，妈妈，我最爱的。